姐姐跟弟弟超幸运的，他们搭上了宝可梦车厢。这里有皮卡丘，还有卡比兽。啊，还有一部。哦，你看到了一部。好。那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云吧？龙卷云啊！哎，再往前走，看有没有位置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对，呆呆兽喷火龙，哇，好棒！有位置吗？没有，后面很多人，更多人哈。妈妈，后面。我们要不要去后面啊？后面的话，哪个后面？后面至少比较宽敞，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对不起。啊，去后面。因为这时候是最多人坐的时候，这边至少还有扶手可以扶。啊，你们。对，你们也可以就是坐在地上，应该也没关系吧？坐在地上。对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不要依靠逃生门，但是你可以在这边啊，这边没关系的。好，弟弟，那你就跟皮卡丘一起坐捷运吧。太棒啦！太棒。耶，看好吧，一二三，耶，好 ，OK。